据媒体报道，英国哈利王子与妻子梅根日前迎来了两人的第一个儿子，取名为阿尔吉。如今在父亲节这一天，夫妻俩首度抛出爱子正面照，短短约十分钟就吸引近20万人按赞关注。照片中阿尔吉一双浑圆大眼萌度爆表，融化大票粉丝的心。据悉，梅根于5月6日一早迎来与哈利的第一个宝宝，先前他们打破皇室惯例，并未在宝宝出生当天就亮相，而是在产后隔两天后才抱着新生儿现身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